大家好，我是散人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媲美 AirDrop 文件传输神器 LANDrop。 使用 LANDrop 发送一个多G的文件只需要十多秒钟，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网卡够好，可能只需要几秒钟。此外， LANDrop 在使用上也非常简单，你只需要打开 LANDrop， 选择你要发送的文件，点击发送， LANDrop 就能发现你所在局域网的设备。 LANDrop 是跨平台的，几乎支持所有主流的电脑和手机操作系统。我们可以通过移动端的 LANDrop 应用将文件很方便地传递给电脑端，当然也可以把电脑端的文件很方便地发送给移动端。此外，它还可以直接把你手机中支持 WebDev 协议网盘中的文件直接发送到目标，比如 iCode、 OnDrive、 坚果网盘等都支持 WebDev 协议。使用 LANDrop，无论你是安卓还是 iOS， Windows 还是 Linux， 都可以无损地互相传递文件。你可以通过屏幕上方的地址下载 LANDrop。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点个赞，谢谢。